童言中英双语故事会，我是今天的主讲人 Michelle， 我是今天小助手徐婉欣，我是今天的小助手徐乐欣。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andarin English Bilingual Storytime. My name is Michelle. My name is Edwin. My name is Katelyn. 所以我们今天故事会的主题是什么呢？印度。Yes, we will talk about the Indian today. We will read several books about the Indian. So Katelyn, what book will you read today?The Little Girl Monsoon Boy, 森林里的女孩，雨季中的男孩。How about you, Edwin? What will you read today? Festival of Colors, 舞台节。Yeah, after these two fiction books, we're gonna also read two paragraphs about Indian geography, climate, and culture. 在读完两本绘本之后呢，关于印度的绘本之后呢，我们还会介绍一些关于印度地理、气候和文化的小知识。At last, we will also color the physiology map of India and the Indian flag. 最后呢，我们还会请小朋友给印度的地貌图和印度的国旗涂颜色。Now, let's begin our first book. 现在让我们开始读第一本书吧。Katelyn,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名字叫什么？ The Little Girl Monsoon Boy. 中文叫什么呢？沙漠中的女孩，雨季里的男孩。Yeah, The Little Girl Monsoon Boy. Written by Tara Diamond. Illustrated by Archana Srinivasa.上面是一片什么？白白的土地。白白的土地是什么？是沙漠。沙漠。白色的沙漠。下面是什么呀？绿色的草。绿色的草原。White sand, green field. 在沙漠里，这个女孩穿的衣服非常的少，是不是？是。她的弟弟有没有穿衣服？穿了一个小裤裤就够了。他们为什么穿这么少的衣服呀？不知道。因为沙漠里很天气很热，是不是啊？是。所以他们就穿很少的衣服。Light fabric。在雨季中的男孩，他们要怎么样啊？不知道。他们打着伞或者披着厚厚的雨披。Yes.Thick shield. 然后在沙漠里他们要披着纱巾是吗？嗯，这样子不会土溅到眼睛手。嗯，防止沙子到眼睛里和手身上是吗？嗯。Patterned wheel. 然后在下面这个雨季里面的人他们要怎么样啊？他在干什么呀？不知道。他在把头裹起来是吧？用一个头巾把头裹起来。Covered hair. 沙漠在这里，雨季在那里。Desert here. Monsoon here. 他们在沙漠里要去干什么？找水。对，沙漠里的人找水。Track for water. Water. 在雨季中的男孩干什么去？背着书包干什么去呀？不知道。他们去什么？上学。对，背着书包去上学。Head to school. 在沙漠中的女孩，她跟着她的奶奶学什么？不知道。缝衣服、绣花是吗？是。嗯。Stitch and boy them. 嗯，在雨季中的男孩来到学校，学新的知识是吧？是。Learn new rules. Learn new rules. Learn new rules. 在沙漠中的女孩去干什么了？她头上顶的是什么？树枝。树枝，她去捡树枝了是吗？嗯。沙漠中的女孩去捡树枝，回家做饭用。Gather wood, home to eat. 在沙漠中的男孩
怎么了呀？他踩着妮妮的脚去回家。哦，脚上都是泥，回家，踩到泥坑里了，是不是？嗯。他还把鞋脱下来拿在手里，然后踩着泥坑里的水就回家了，是不是啊？嗯。Dusty slippers. Dusty slippers. Muddy feet.在沙漠中的小女孩，她把面团擀平了，干什么呀？准备做什么？做馕饼吃。做馕饼吃 ，flatten dough。在雨季中的男孩用饼蘸着什么？蘸着酱吃，是不是啊？嗯。Fingers dip。Open sky. Open sky. 沙漠中的天空一望无际。在雨季中的男孩家里怎么了？滴水了。滴水了，漏雨了，是不是？下雨了。下雨了。Ceiling drip. Ceiling drip. 在沙漠里，骆驼要怎么啦？骆驼干什么？休息。沙漠里骆驼休息啦。嗯。远处有什么？沙尘暴。嗯。在雨中的男孩他怎么啦？他散掉了。他的散掉了，为什么散会掉？嗯，都吹风吹掉了。风太大了，把他的伞都吹掉了，是吗？嗯。然后这个羊怎么啦？羊躲在一起。羊都聚集在一起躲在一起了，是吗？嗯。所以 camels rest.Goats swarm, greedy wind, rising storm. 沙子吹进来了，嗯，沙子吹进帐篷来了，是吗？嗯。Sand blows in. Sand blows in. 在雨季中的男孩中水怎么呀？水进到房间里了，水进到房间里了。Flooding floor。嗯，他们不会坐船到别的地方吗？啊，我们看看他们会不会坐船到别的地方，好吗？嗯。在沙漠里中的人，为了不让沙子进帐篷，他们需要把帐篷关上细紧，是吧？嗯。Tie the flap。Tie the flap。在雨季中的男孩为了不让水进到家里来，他们要怎么样啊？关上门。把门关上，把门上的缝隙堵住，是不是啊？嗯。Seal the door. Seal the door. Yeah. 天亮了，沙漠里的人把帐篷收起来放，然后把东西都放在什么身上啊？骆驼。把东西都放在骆驼身上。在雨季中的男孩他们一家人要把东西放在什么上面？船上面。放在船上面，还牵了一他妈妈还牵着一只什么？羊。还牵着一只羊。发洪水了。发洪水了，他们要坐船去别的地方。嗯，坐船。他们要去一样的地方。他们要去一样的地方吗？我们看看是不是去一样的地方，好吗？嗯。Pack the tents.Fill the goats, load the camels, lead the goats. 沙漠中的人在沙漠里走，是吗？嗯，他们要去这个地方。They are going to the mountain. Do you think so? 在雨季中的人，他们在哪里呀？划船到上面。划船去也去山上，是吗？嗯。They are on the boat, right? Mm. They are leaving their home and go to somewhere else. Let's see where they go, okay? On the top. O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Yes. Let's see. Oh, 他们真的都来到了。一样的。一样的一座山前面，是吗？嗯。这个山上有什么？山脚下有什么？树。有树，还有什么？这个？草。还有草，这是一个什么？
河。哎，还有一条小溪小河是吗？坐船的人也通过这个小河来到这儿了是吗？嗯。然后山上没有洪水是吗？嗯。山上还有小溪可以解渴喝，从沙漠里的人，沙漠里来的人可以从溪，小溪里面拿水接水喝是吗？嗯。来到山，来从洪水中走来的人们再也不用害怕洪水了是吧？嗯。River trickles higher ground, thirsty, quenched, dry and sound. 晚上他们围在火旁，篝火旁边唱歌，唱歌是吗？嗯。Round the fire, sounds of joy. 这个是什么？ Desert girl and a monsoon boy. Desert girl and a monsoon boy.沙漠里的女孩和雨季中的男孩在这个山上相遇了，他们高兴地一起唱歌和跳舞。嗯，这个小宝宝在这吗？嗯，小宝宝也跟他们一起唱歌跳舞是吗？嗯。这里没有沙尘暴，也没有洪水，是吗？他们来到这里。既没有沙尘暴也没有洪水的地方。 So one girl, one boy, two journeys, one world. Yeah, 一个女孩，一个男孩，两趟不同的旅程，但是来到了同一个